但从一开始就加静坐瘫药，避免淑妃有病，以至于十二哥体弱，不知怎样。纯惠皇贵妃，纯惠皇贵妃是真心守着皇上的孩子，可皇上却只因为一枚珠花，从未停止对纯惠皇贵妃的疑心。之后也是因为皇上对荣嫔的俘虏，断了永璋和纯惠皇贵妃两条心。还有臣妾，臣妾一路跟着皇上走到现在，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，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林明彻，认为臣妾和林明彻有私情，对林明彻百般折磨，对臣妾也是万般羞辱。你还有一丝一毫对臣妾的信任，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以自己的疑心，清白两个字，臣妾都说倦了。